发军事政变后，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发表全国谈话。敏昂莱呼吁民众要优先考虑事实而非感受，表示军政府将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后重新举行大选，也会将政权交给胜选的政党，还表示现在的军政府和以往的不同，有适当的官员人选，而且外交政策维持不变，鼓励外国来缅甸投资。但是敏昂莱约20分钟的演说从头到尾都没提到翁山苏姬，而目前缅甸也在军政府的控制下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。仰光还有第二大臣曼德勒多日来大批民众集结上街抗议政变。军方8号宣布仰光还有第二大臣进入戒严，7个镇禁止多于5人的聚会还有抗议，而晚间8点到凌晨4点也实施宵禁。面对人民怒吼，军方曾鸣枪驱散，也让各界忧心会再一次的发动血腥镇压，斩断民主抗争之路。